这破得了，试试不就知道了。阁下是谁？雪落山庄副庄主，萧无色。 滚！不知阁下为何拦路？这里只有一个要回家的人，拦路的是你们才对吧？好疾风！啊？什么？什么鸡？哎呀，什么鸡不鸡风，听不懂。阁下是雷门的弟子。什么雷门啊？我刚说的你没听见吗？我乃雪落山庄副庄主，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萧无杰是也。 阁下刚才还说自己叫萧无色，怎么转瞬之间就改名字了？我那只是一时说错了。那阁下到底叫什么？你没听清吗？雪落山庄副庄主，萧无心。要不你还是把他拉回来吧。不，还是让他被打死算了。也行。阁下。 要不要再想一想？哎呀！江南霹雳堂雷家雷无杰，前来拜会九龙门本相镇，请指教。有事。你觉得这小子能破几个人？ 大概一个都破不了，这么没信心。这可是我雪落山庄的副庄主。本相者，劫阵之时，七人变如一人，一人变如七人。雷，萧无色此时。 上能捕捉下风，只是因为本相阵，只劫了行人，还未劫刃，看来对手并没有把这个萧无色放在眼里。走吧，镇城了。无心，别在这碍事了。